嗨，我是凯恩。8月18日，你们拿新机的日子，掌声 Z Flip 5。So, 到底一个普通人一拿到一台新机，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你不用懂，因为我已经把你整理好了，从0到100这几个功能，你学起来之后，你的手机会变得很好用。开始吧。第一件事情，先把 wallpaper 弄到美美，毕竟人家的外屏现在做到江大了，3.4寸，不弄美一点，将对得起它嘞。打开 setting， 然后去到 cover screen。然后按 Add New， 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同风格的 Wallpaper 给你选。如果你是喜欢很多资讯的，你就选这一个，里面可以一次过看到可能时间啊、日期啊、电量等等。你每一个点进去了，其实还可以调不同的颜色，渐变、不渐变、颜色、不同的动画。Feature 的话呢，也是很多 Pattern 的，你按进去，你可以看到有这样多款式。闹钟的位置是可以换的哦。Font 可以换，颜色可以换，就连旁边这个 button 都可以换成要不要 touch light weather alarm call。 值得一提的是哦，因为它的外屏形状是那个文件夹 shape 嘛，所以可能有些人他们会有强迫症，不想要不规则，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选 feature 的 wallpaper。 因为 feature wallpaper 它是黑底的关系，所以当你放在外屏的时候，它就可以很完美的掩饰那个不规则，整整一大片 screen 的既视感。这个时候我要教你们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你看我的 wallpaper 是 video 来的，会动的。现在来教你们讲 set 很可爱的 video wallpaper。 打开相册，然后选一个你要的 video， 比如说这个，然后点右下角三个点 set as wallpaper cover screen。 那因为我的影片超过1分钟，它这边就会叫我 trim 成15秒，但它出来的效果就会是这样子。那如果是 GIF 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啦，比如说这个同样三个点 set as wallpaper， 然后这些字其实也是可以调的，不要遮住猫嘛，我就把它放去左边哦。然后不同的 font， 不同的颜色。不懂的人有没有觉得我在看那种卡通动画片的感觉？ set 好了之后呢，在外屏可以长按上下滑动来选一些你做好了的 wallpaper， 比如今天你想要这个，明天想要这个都可以。第二个要挑的东西叫做 widget， 中文叫做小组件，就是可以让你快速找到手机基本功能的一个地方。去 setting， 然后 cover screen， 然后 widget， 从这边呢你就可以选择你要 show 什么功能。 default 的有这几个咯，这些我们可以开或者是关。开了之后我们就回去外屏，就可以左右滑动来切换自己想用的 widget 了，是不是很方便呢？所以如果你觉得哇，太慢要滑很久才到，哇，滑很久哦，这时候你的两个手指双指竖，它就可以快速到你要的 apps 啦。不然的话呢，你也可以去到 setting， 然后按 reorder， 把你要的东西转上来，然后第一个就会是 timer 了。其实外屏的最大好处啊，就是让你不用打开都可以直接在外面做工嘛。所以如果一些日常 apps 在外屏就可以用到的话，就很赞哦。哎，去到 setting。然后按这个 Advanced Feature， 然后这边有一个 Apps Allow on Cover Screen， 打开它，按进去，里面呢就会 show 一些你已经导入了，但是又可以在外屏用到的 apps， 比如说 Line、Message、Maps、Netflix、WeChat、WhatsApp 这些都可以。双指一搜，就可以快速的找到这些 apps 啊，比如 YouTube， 我们是可以直接看戏的哦，半屏、全屏都可以。出来 comment 是 full keyboard， 看到没有？还可以 subscribe， 可以 like， 可以 chat， WeChat， WhatsApp， Line 这些全部都可以啦，你们就自己 log in try 一下啦。我现在 try maps 给你看。第四，非常绝、非常好用的一招，给我挖到，这个你们一定要懂啊！小红书啊、Shopee 啊这些全部用不到，怎么办呢？我来教你，全部都用到。打开 Galaxy Store， 然后我们 search Good Lock 这个 app， OK， 你们 download Good Lock， 我已经 download 了啦。我们 open， 然后你们按 live up 这边，然后你们搜索 multi star 的东西，点进去，然后再点这个 I love galaxy foldable， 再点这个 launcher widget， 在这边就可以把所有你已经安装了的 app 全部搬进去外屏。你看 calculator、 chrome、 grab line、 美图秀秀、小红书，还有一些 game， 外面就会有这个 good lock， 然后我点进去小红书，小红书啊，点赞啊，一顿一顿的，既不丝滑也不流畅，还可以 comment。我还到了一些小 game， 可以直接在外屏玩了。Monopoly Go， 看到没有？可以收钱。Mario 都可以玩啊，各位。吃蘑菇。虽然没有到了到那种大型的 game， 但是哦，它既然可以做到双子缩放这个东西的话，代表说我可能可以用它来打到王者 Mobile Legend， 甚至原神。我打开来玩不是好咯，怎么这样小，真的是。好啦，是不是突然觉得你的 Samsung Z Flip 5变得很好用了嘞？快点学起来吧。